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狗狗，最爱的玩具是什么呢？那第一个，我先介绍我家的狗狗，就是这只是牛鼻，牛鼻，然后另外一只这个比较好动的是山尼，山尼喜欢。那今天呢，要做个什么实验呢？就是我会预备这三样的东西，这三样的东西就是他们就忍不住想要。这个第一个就是小熊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菜仔，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熊。那我们看他们对这个三样当中会做什么选择呢？那我会放在这个两卷的电线里面，就是有点高度的电线里面，让他们去选择。那你可以看到闪一其实已经忍不住想要去找了。好的，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放进去了哈。那我们来预备吧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是闪一上去了，闪一在做什么呢？他正在有一个挖。然后柳鼻就看，他拿的是球袜，难道球是他的最爱吗？那里面的娃娃怎么办？没人拿，难道柳鼻要拿吗？他鼓起勇气拿了。他也拿一个，他拿菜仔。可是呢，他对菜仔也不是很有兴趣。他还要去搜索看里面还有什么鬼鬼的东西，还闻什么呢？那熊熊是还在里面呢，没有给人家拿起来。那闪灵拿到他的这个球呢，是超级超级的喜欢的，拼命的正在玩，然后有人就傻乎乎的。好，第二次再做实验，我再把它放回去，然后我就特别用了这个小熊扎住。好的，你可以开始啦，小尼。好，他现在很努力的正在挖，可以挖到什么？小尼，你在挖什么呢？好努力哦！是熊。难道你要熊吗？柳鼻很喜欢熊，所以他非常的感谢小尼帮他拿的。那他还在挖什么呢？这美丽的姑娘。他早已给他拿出来了，他还是不放弃。哎呦，天哪，干什么呢？他在想要挖什么呢？最后一样东西，大家有没有猜想得到？他现在很努力的啊，他的最爱耶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认为球是他的最爱了。那我们不再做第三次的试验了，因为他拿了这两样娃娃滑不完，就这个球呢就非常的开心的正在聊天。那狗狗就是很容易的看出他的最爱了。好的，结论当然是他喜欢的球啦，就是闪灵啦。那柳鼻呢，他应该很喜欢球吧，只是不想跟他抢而已。那好吧，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小小的趣事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拜拜。闪灵，柳鼻，再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